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半熟夫妻频道，我是哈娜。在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哟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今天我们要来公布我的好友得奖者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留言参加抽好友的活动哦。哈娜看到这么多的留言，真的超开心超感动的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哦。好的，现在呢我要来抽出五位粉丝咯，开始抽奖。好，第一位是墨雨墨童爱你，第二位是万言婷，第三位是君君钓大鱼中，第四位是提拉米舒雅，第五位是珍妮爱草莓。恭喜这五位粉丝哦。然后呢，我要先麻烦你们先写信件给我，内容要写我中奖了，写在第一行哦。如果你有其他的话想要写也是可以的哦。然后呢，我收到信件就会加你为好友。另外哈娜会定期整理好友的名单，成为我的好友以后呢，两天没有上线就会被删除。那如果你有特殊的原因呢，短期几天内不会上线的话，你可以到 IG 或者是 FB 粉丝团私讯跟我说。因为天天玩乐园里面我的信件很多，可能会遗漏到你的信件，如果有特殊的原因要说的话，那你就到 FB 或者是 IG 跟我说咯。然后加好友的时间呢到下周一，如果超过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件，你的好友位置呢我就会把它保留，然后留到下次给大家抽奖咯。好的，那非常欢迎你们来加入哈娜的好友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跟我一起玩天天，一起拍片咯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咯，下一次的抽好友活动敬请期待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